来看我和宝宝。哇塞啊，怎么会这样出来生过，哎，这样子。我生了一个。哇哎，请往前站一点。包子，自我介绍，预备起。大家好，我叫包家珍，身高158，体重44，兴趣是唱歌，然后现在还是学生。唱歌，唱歌，你提到唱歌了，就跟张立东去唱一下。来，今天想要唱来什么歌曲？直接唱吗？唱，对，来来，我们先来听歌曲。对，唱这样。听歌曲之后，我们对你整个人会更加的了解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痴心绝对》。哎呦三个歌，来，老师请了。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很疲惫，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不输。包子失恋，包子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单身吗？又犹豫，又犹豫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很好啊，在一起多久了？4年多。那男朋友一定叫馒头吧？没有。来，当初是因为这一张照片造成轰动吗？这是你？因为这多久？6岁了。哦，现在20了。哦，4年前。4年前，当时在便利商店。对，在全家上班。OK， 被发现以后把这个照片登上去。对，其实大家，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令张立东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。哎呦，其实他有小孩。啊！来看我和宝宝。哇塞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看不出来生过，哎，这样子。我生了一个。你是在什么意思？男朋友在那边吗？谁的啦？是亲戚的。亲戚的小孩。对。哎，这样抱这张照片登出来，年轻人的开玩笑是这样的。对啊。人家会以为你们两个啊，你们俩现在在月中心，爱的结晶了。他那个追踪人数马上跳成0，对，-6，对，一直往后跳。没有啦，我有澄清是干爸干妈这样。哦，干爸干妈，小孩子好可爱哦。那这样子，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，会不会很想赶快结婚，赶快生个小孩？成家。喜欢小孩子吗？喜欢，可是不想生。不想生。小孩很痛，哎。心啊，丽姐。现在你们都要生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生小孩是一个很大责任，或什么很痛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生出来就有灾。人生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以。看我们当年，我们对不对？多浪，现在就对不对？多浪。支持你啊，会不会想进演艺圈发展？之后吧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适合，适合。接下来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演艺圈呢，缺什么？现在越来越缺女丑。哇塞！哦，表示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对自己很有自信的女人才会这样子。我觉得他9张照片里面，左上角那张最正，这个像那个谁呢？吴尊的妹妹。结拜结拜，那你对自己最有自信的部分是哪？牙龈，笑容吧，笑容，笑容，转身笑一个可爱的笑，转身，预备，1、2、3，笑，好，歪歪的笑的，来，立东有什么话跟人家讲？看起来比照片看起来小只，那今天有带小礼物送人？啊，有啊有啊，拿出来，厉害了厉害了，哎呦，哦，一次带2个，哎呦，好。你是不是把吴尊的拿走了？哎，我的这个就是我们，它是包子，是我从光复市场我们那边最有名的素食包子，2个。人家不吃素，你带买的吧？你不吃素吗？他吃肉。
它无肉不吃。而且这个包子是越放越冷越好吃。好啦，那我放明天再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放到坏掉。我看坏了更棒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这个就是因为小女生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养那种疗愈系的宠物。是，那因为养宠物又很麻烦。所以我们就养这种比较方便的宠物。那我也是第一次买它，所以我现在来看看它怎么用。请问为什么张立东拿会很像情趣用品的感觉？就是你在家里，然后它很疗愈。你看，哎呀，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又可以看它在那边玩。为你们密转播世界杯足球赛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好忙的玩具，你就拿着它，好不好？还蛮可爱的。这种就是哦，张艺东以前都用这种烂东西骗女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这招还可以用，这个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反正人家有男朋友，人家也不在乎，有吃有玩的，有吃又有玩，可以骗到手。不会了，不会，开心开心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把它关掉，我不知道。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